去去吧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吧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吧，一切让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去去吧，童话里做英雄。哦去去吧，热血心中流动。哦去去吧，一切让我手中，让世界更美好，坚持就一定成功。到了没有？到了没有？哎呀！猪猪侠今天好像很兴奋呢。因为马上就要到游乐园了呗。游乐园？对，信号显示收集器就在游乐园附近。猕猴博士，你就放心吧，我们会找到收集器的。我看你是着急去玩吧。哎。游乐园，我来啦！啊，哎呀，怎么关门了？这就是展示技术人员和普通人差距的时候了。哼哼。哎，如果没猜错的话，这个灯柱就是用来和管理员通讯的设备。你好，有人在吗？哎呀！哎呀！哎，第一轮冲水测试已通过，请输入密码4312。四三一二。哎呀呀呀呀！小心，这门有古怪。哎呀！我的手粘住了。就知道没有这么简单。哎呀！哎呦！哎呦！哎呦！真折腾人呐。哇！啊！哇！哦！哟！哈哈哈！哦！哎呀！哦！猪猪侠恢复的真快呀。可别忘了，我们还有找收集器的任务呢。啊，游乐园这么大，我们从哪里找起啊？快来！哎哎哎！哎，真的是收集器呀！想不到你不是只顾着玩呀，猪猪侠。我可是眼观六路，耳听八方的超型特工啊。是吗？那你怎么没有发现我？别过来。太好笑了，你们也太胆小了吧。你好你好。你好，我是这里的管理员。看来在门外戏弄我们的就是他了。哎，别这么小气嘛，来到游乐园最重要的就是玩得开心。其实我们不是来玩的。摩天轮上有一个收集器，会给这里的环境造成危害，我们想。挡住挡住，到了游乐园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。开心第一，收集器什么的等玩完了游戏再说。好极了，让我们从最简单的射击游戏玩起吧。射击？
可这里什么都没有啊。不要着急。哇，哦，这个对我来说小菜一碟。各就各位，预备，射击。啊，什么？靶子躲开了。哼，哎呀，这也太难了吧。让你们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技术。别担心，我估计他也没有多厉害。不会吧，这样也行？枪法有些生疏了，不过要赢你们还是绰绰有余啊。你耍赖。看来你们不适合玩这么刺激的游戏，那我们就来玩打地鼠吧。打地鼠？我们的锤子呢？嘿嘿，马上就来。啊？快到红色标记区域里去。好。不错不错，这才像是玩游戏该有的样子。玩够了就该带我们去拿收集器了吧。别急别急，只要完成最后一项挑战，我就带你们去摩天轮。啊，他又要耍什么把戏？各位，我们到了。这个就是最后的过山车挑战。这怎么上去啊？这不是故意刁难我们吗？我可没有求你们拿走收集器，不能完成挑战的话就放弃吧。不行，我们试试吧。看我的。不自量力的家伙。大家听我的。我们可以的。我还以为有多大能耐呢。我来了。我们成功了，快带我们去拿收集器。咦，人呢？想得美。好像不对劲儿啊，快跑。小呆呆，波比。他怎么说话不算数啊？
跟玩游戏的时候一样赖皮。他这是想干什么？糟了，他要去拿收集器了，快追！你们休想拿到收集器！快下来！别闹了！窝在这里坚守了这么多年，凭你们几个就想拿走？守护收集器？难道说他是雷蒂斯的手下？难怪他一直想尽各种方法不让我们拿收集器。收集器，我来了！没时间了，不能让他得手，我们上！超星王者变身！我们上！尝尝我炸弹的威力！让你们尝尝这个！不行，来不及了，周志侠，我帮你上去。好。哎呀，嗨！嗨！啊！嗨！啊！不，快还给我！你就乖乖在这里守着吧，再见。哎！快放我下去！你们没事吧？没事，只不过玩了一把疯狂过山车。有些人估计以后再也不敢坐过山车了。喂，老板，收集器被一伙小猪崽拿走了。这次只是意外，你一定要救我！我现在正在没用的家伙。喂，老板，喂！救命啊！什么东西啊？你怎么样？有没有受伤啊？比赛宣传单。喂，你掉东西了。就是发给你们的。哎，鸟蛋星的比赛宣传呢？难道星球上都是鸟蛋？鸟蛋星，因外形像鸟蛋而得名，居民都是鸟头人，身带翅膀。各位，有大发现哦！看看这是谁？雷蒂斯。雷蒂斯来过鸟蛋星。说不定能找到能量收集器的线索呢。走吧。往前开，那里信号很明显。大家在这里等等，我很快就回来。
小千，你不属于鸟蛋星的居民，请离开。成功潜入。没想到这次比赛的冠军奖品居然是金蛋。你不觉得自从金蛋摆在广场上展出，周围的植物都开始枯萎了吗？你这么一说还真有此事。哎，这金蛋里不知装着什么，有了它周围就像下了诅咒似的。啊，是周围植物枯萎。这金蛋里面肯定藏着一个能量收集器，得通知迷糊博士他们。我已找到能量收集器。收集器竟然被雷蒂斯装在了金蛋里。他可真会想啊，这都拿来藏收集器。不管他用什么办法，我们也要拿到收集器，我去把它抢回来。超人甲，别冲动，这个金蛋是这次比赛的冠军奖品，我们不能随便就去抢人家的东西。哎，让我去吧，我去参加比赛把它赢回来。只能这样了，猪猪侠，这次的任务就交给你了。是。本赛道中间路段是峡谷赛道，请各位选手备好翅膀。翅膀？赛车还要翅膀？没有翅膀你怎么飞过峡谷赛道？这下怎么办呢？发什么愁啊，你忘了还有我们呢，小意思啊。这能行吗？就这么点准备时间，这已经是我们能做到最好的了。好吧，大家等我的好消息。金蛋非我莫属。三二一开始。树洞里的蘑菇喷出来的气体太呛了。猪猪侠，这是喷菇，喷出来的孢子会让人产生幻觉，要留心些。是金蛋。金蛋你别跑。金蛋你跑不掉的。我可不是你的金蛋呐。别跑，给我站住。这么多条路走哪边呢？只有一条路啊。猪猪侠，你被喷菇影响产生幻觉了，快用翅膀扇风吹走他们。好。会有什么暗器吧？还真有！这小子不错，跟在他后面会安全点。三个一起来！不好意思，我先走了。
臭小子，你给我等着！争夺冠军没门！哇哇！你太过分了，给我滚出去吧！啊！可恶！收集器拿到了吗？啊！老板，你放心，很快就可以到手。前面好像没路了，啊，是峡谷。翅膀终于派上用场了，各位，我要飞啦！啊，怎么不会飞呀？哎呀！猪猪侠，打开翅膀！好险！给我们签个名吧，给我们签个名吧。啊，哈哈哈。好，一个一个来，都别急。的经验看，普通的方法应该打不开。管他呢，砸开就完事了。啊、哎，哎，哎呀呀呀，我的脚疼死我了！呀呀呀呀，嘿嘿，看我的！啊？
啊！哎呀，这东西竟然这么难打开！我也来试试看。啊啊！你看了？什么？空的！哎哈哈！到头来，金蛋还是我的。哎，回去交差喽。耶耶耶耶！别害怕，别害怕，即使就要离开我的家，进不了，挡不住，好奇的心一天天发芽。别害怕，别害怕，还来不及撒娇就要长大，抬起头，迎着风，现在就出发。别奇怪，别奇怪，世界就要这样才精彩，拥有过，失去过，就会懂得什么才是爱。别奇怪，别奇怪，不要在意过去，担心未来，这一刻我就是不一样的存在。祝你祝你吉祥。